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爽。我刚刚已经把那些包裹呢全部都拆出来了。这段时间因为休息的比较多，然后就没事的时候就看手机买东西，所以包裹也挺多的。今天的话呢是已经立夏了，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就主要给彤彤买了一些夏装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然后之前被那个彤彤爸爸吐槽我买衣服的那个水平，不知道这次买回来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的，到底适不适合彤彤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刚把东西拆开，小彤彤。真的好可爱，彤彤刚刚要睡得急，所以他有一点点吵。这个假发效果还挺好的，就是17块钱吧，还蛮顺的，然后就蛮期待他头发留长的样子的。那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包裹，我也把它拆了吧。这里的话呢还买了一个水杯，这个水杯还挺可爱的，我打开拿出来看一下，这个水杯很可爱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小风车的样子，然后它是这种咬合的吸管，还蛮可爱的。之前的话彤彤是用的这款杯子，这款杯子他挺喜欢用的，但是这个吸管头这里已经给他咬了很多个洞，我本来说想省一点就直接给他买一个吸管配上的，然后我去一搜这个吸管的这个配件就要60块钱，所以还不如重新买一个杯子呢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给他买的尿不湿，我也给他换了蛮多品牌的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一种的比较好用，就是性价比比较高，然后就是舒适度也还可以的那种。拿一片出来看一看，就是薄也还是挺薄的，主要是它这里面的话呢摸起来还蛮舒服的，就是这里那个吸尿性也还可以，做活动的时候买大概是花了1.4-1.5一片，所以我后来就基本上都是囤的这个尿不湿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呢是买了一个这个挂画小摆件，超便宜的，只要5-6块钱，就是摆在家里增加一点那种氛围感。
刚刚把包裹都拆完了，现在要把这里都整理一下，乱七八糟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因为这阵子的话呢，基本上就躺着休息在，也不能干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拍一下这种简单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了。拜拜。